我四月十九号报海航。 然后呢？前十个小时发红通，老领导威胁。然后海航的股东和吴征的合伙人 PAG、e. 告我。九月十一号，我申请正批，啊，这孙子！九月十，九号我是政治地。九月十一号我签好的文件。九月十号同一天，马蕊强奸案，吴征又来了，替付律师费。蓝裤衩变成红裤衩，告我九家建筑公司和这个都是一起发生的。这就是所谓的当时所有到今天发生的案子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不相信任何一个喘气的人能承受得了。就你能承受的这背后的这个一百。 百八十几次的 deposition，就就就上星期七，曲哥一坐在那夸咔嚓四个小时，人家问你，你身上衣服哪买的？你吃饭花多少钱啊？你的车是谁的？就这些，完全，这不这是法律程序。然后对面的律师八九个，这一场问完，共产党要给他们最起码。 十万美元以上吧，甚至是几十万美元都有可能。我这还得借钱，借钱来支付律师费。钱哪了？你的律师费谁付的？还得经过法官批准。所有这些事情，兄弟姐妹们，我说很容易。从你准备开庭到回答，你一句回答错就完了。我今天穿的衣服，下回肯定肯定问郭文贵，你穿的黄色谁谁的？你那个红衣服是谁的？谁花钱买的？这都是对方的权利。对方就是利用美国这个法律，就像头两天开庭还说郭文贵双面间谍。你们见我说过任何法官是共产党特务了吗？对方。 那律师能上庭上说？郭文贵说毛毛毛法官是共产党特务，你说他妈这就敢这么撒谎？这是共产党 PAG 太平联盟单伟健吴征合伙人海航合伙人海航人都抓进去了，还得靠朝鲜战的。你知道我们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：我干了几十年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案子。说几遍在庭上，我干几十年我没见过这个案子。就这一条，战友们，谁能在这个当中，你要能坚持住一个案子，我都愿意跟你跪在地上称你为老大。